最后一天终于完了，是吧？太恐怖了。辛苦辛苦辛苦，拜拜拜拜拜拜，注意安全。导演心里买的，他买了两件，主要考虑那个星童要下水嘛，上来的时候要用这个大衣来穿，然后导演又说给我一件，然后我说我用不上啊，然后他说还是送给我做纪念吧，今天我也带来了，然后我就给了所有的组员来签字，这样的话就非常有意义，是吧？没签的过来签哦，心疼你签。好，我讲给你讲。好嘞，各种各样的都是签的英文啊。随便，随便，我要各种各样的。然后那个认识很无语。这是片名 ，The Day at the Beach， 所有的组员的签字。这件衣服将来一定会很值钱。